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講笑嘅，就係話我哋係本地移民嘅。我覺得某程度係有少少逃避嘅心態去選擇呢條路嘅，選擇得留低嘅係要自己過得開心。好似我同我老婆而家生活近喺一個600-700尺。有隻狗，這個是一個足夠的空間。但其實如果你用 你幻想你自己一個外國人的眼睛走下來長洲，你自己都會開始欣賞一個島上面的生活。我們又只不過星期六日進來，還有這裡你自己小天地可以自己佈置，跟著有兩個人相處的時間，所以其實現在這裡我們只不過是當搭多程車去了另一個家，有自己家的感覺。这位潮人打扮的是90后的 Lucas， 原本任职日本公司的 VM， 今年和任职设计师的太太 Cool 两个人一起攞辞，由元朗搬入长洲，再和拍档夹粉在岛上面开一间咖啡店。现在 Lucas 带 Fiona 到他们长洲的新居望下先。Stormy nights don't stay。好早之前已經開始穩定位置想搬入嚟嘅，但咧喺度咧其實好難租樓，因為好難租樓，越嚟越多人搬入嚟啦，好快嗰啲成交率。我有一次試過睇中一個咧，兩個星期就已經俾人租咗，甚至乎一個星期已經俾人租咗。咁咧我而家呢一個咧，直頭係睇嗰人就已經話要租啦，先租到嘅。長洲租咧，係咪不嬲都係咁長壽，定係真係呢一兩年先係咁？好似聽佢哋講，真係呢一兩年。因為咧，自從work from home 之後，好多人因為 work from home 唔使翻 office， 或者一個星期翻一兩日 office， 咁佢哋就寧願揀一啲舒適啲、相對上租金又相宜啲嘅地方。但係咧，我都話租咗呢個之後咧，跟住咧咁住咗好耐啲長洲咧，聽到咧就哇咁貴嘅。就話啊，邊度使啊呢啲？咁我懷疑就係因為佢哋覺得貴，係因為佢哋係以前嗰啲價。要經過條斜路係嘛？就喺前面嗰棵大樹就係。長洲嘅住宅單位一般分為350尺同埋700尺兩種。我哋向地產經紀查詢過，350尺嘅單位一般月租6000元起，越近碼頭就越貴啦，大概10000多元。近年長洲的租金的確是有上升的趨勢，同離中環船程較近的南丫島差不多。 Lucas 的屋企距離碼頭大概10分鐘的路程，現在月租8400元，是3樓350尺連天台的單位來的。搬入來的想法大概是大概2年多前，是吧？剛剛運動的時候咯，那陣時知很多運動的新聞啦，咁情緒都很負面，每日看新聞，會不會試下搬去離島睇下會不會好像挺舒服咁喎咁樣。我哋好像冇乜能力改變到個社會現況啦，都個無力感，但起碼我哋想嘗試下為自己做翻啲嘢，即係如果選擇得留喺香港，都想有一些自己眷戀或者自己喜歡或者值得自己開心的東西。那個生活是否真的忍那的生活或者逃離現實的生活？我經常都跟朋友講笑的，就是說我們是本地移民的，有其實你 我覺得某程度是有少少有少少想逃避的心態去選擇這條路的，是的。但是現在香港人有誰不是的？跟這些朋友或者家人 gathering 咯，就會燒一下肉啊，多人就上來吃，可以一路吃一路望住個風景咁樣。其實如果你問我以前的生活啦，其實我哋兩個咧就幸運地都還好都穩定嘅份工作。入息不算很高，但其實都夠舒服，在市區洗費的。
你去到某個年紀咧，去到某一個位置，其實去到樽頸位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你又翻工冇咗嗰種憧憬，以前翻工真係好似行屍走肉咁。畢完業到而家我31歲啦，因為你始終喺一間大公司入邊，你無論你幾叻都好，你都係一粒齒輪嚟噶嘛。咁其實你做嘅有幾好都好，幾叻都好，你做啲嘢有幾靚都好，其實冇人知係你做，只係會知係呢間公司做。我諗相信如果冇運動，我諗我哋都未必會亂咁笠、亂咁噏、亂咁諗，想試下搬入嚟。同埋咁啱，咁佢又係對咖啡係有要求、有研究。咁我咁啱，我就係中意整嘢食咁樣樣，咁就係咁啱有一個諗法出現。跟住就喺度諗，會唔會有個方法可以喺呢度自給自足到？咁我哋就覺得長洲就好似個風險最低，因為我見到個人流啦，因為長洲都多小店，我哋幾中意長洲呢個環境，夠多小店，都適合擠身埋我哋喺入邊。譬如屋企人點樣睇你哋呢個辭職，即係重新再嚟嗰個決定？我屋企嗰邊就 support 我嘅，因為我媽咪都是做生意養大我們的，她從來都很支持我去自己創業的。還有我覺得是很好彩，暫時家裡不是說很大的負擔，即是不需要真的等我養的，所以可以讓我們去自由一點，想做我們想做的事。因為這些是我身邊的朋友，他雖然都羨慕我們來長洲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咁但係佢都會喺我諗啊，屋企可能爸爸年紀大啊，咁樣樣，又或者要供樓啊，又或者有好多啲隱憂，所以佢又做唔到，即係過唔到自己想做嘅生活咁。好啦，咁我哋唔拖啦。唔拖啦。好慘啊！佢踩負咗呢個秘密嘅公司於世，佢平時都會踩快兩步，等少啲人知道佢踩。唔知咯。對於你哋嚟講，最大嘅挑戰係邊嘢？最大嘅挑戰啊，佢應該可能係天氣啦，因為佢本身係唔接觸太陽嗰啲人嚟，但係佢呢度無可避免係點都要係長期暴曬啦。同埋我覺得都有啲唔好適應，就係你冇 lift 啊，即係有時你買好多嘢嘅時候，你要掗住個斜路，掗住個樓梯，跟住之後即係就爬上去。同埋有時你如果喺市區嘅時候，你好攰，可能你都可以搭的士。體力上嘅唔適應咯。Lucas 同 Cool 嘅咖啡店以 camping 為主題，專注咖啡同主打低糖低油嘅自家烘焙，所有烘焙都係由 Cool 一手包辦嘅噃。最近推出的裝裝塔，即是朱古力雞蛋布甸，就吸引了不少人專程到長洲打卡了。現在店鋪是開朝10:30晚7，因為剛剛開始營運，所以暫時是沒有休假的。那運入來的個物資會不會即始終個運費或者即都有些困難？相對比我想象中容易的，因為始終長洲可能都發展得比較成熟，譬如我哋樂鮮奶咁啦，佢同佢樂鮮奶其實佢就會送去中環碼頭。咁其實咧，中環碼頭咧就有一啲公司或者一啲私人嘅性質咧，佢就會幫我哋上貨上個慢船度。咁我哋咧就會2點去碼頭度接貨咯，就喺呢度碼頭接貨，係啦。咁就全大部分嘅材料都係咁樣。其實我哋啱啱開呢間 coffee shop 嘅時候，同我 partner 嗰個目標其實意向都係要揾翻我哋以前份量。咁就呢個係我哋啱啱起步嘅目標咯，咁就已經足夠噶啦。其實要入嚟嚟到自給自足，其實係可以嘅。如果你放得下你而家現有嘅嘢，我哋做咗最壞打算。我哋最壞打算係唔緊要啦，開完呢間鋪，如果真係蝕曬啲錢，又入唔翻舊嗰行，咁最多去打份工啊，做下 sales 啊，安安穩穩咁過埋去算啦，起碼自己試過啊嘛。咁都無悔啊，死喺自己手上。Hello，Michael 你好啊，嚟
呢個 Michael 嘅屋企，咁佢就搬咗嚟長洲兩年，差唔多就嚟兩年啦，就兩年，我哋都入去啦，好歡迎，好歡迎，多謝你啊，入嚟，聽講你間屋好靚。在美国读书，再到荷兰工作三年，多年来在外国生活的80后 Michael， 现在除了是精算师之外，还是经营本地冷门旅行团的老板。开一开窗，听说这里有个海景，哇，咁我哋住第一排咧，咁所以咧就见到个海景，咁而家就咁第一向東啦，咁所以其實就睇下你幾早幾晏起身咧，其實都會睇到日出。冬天就日短夜長嘅話，佢就晏啲日出。咁所以其實可能你我朝頭早搭七點幾八點船翻工之前咧，都未日出曬嘅。嗱，我見到阿邦邦已經教緊攝影師哥哥啦，喺度，所以就冇電視機嘅，真係得個投射器嘅。你仲要特登擺張 sofa 喺？係啦，咁啊得閒可以一係望景，一係就睇電視啦，就係咁樣。好靚啊！呢個景真係。係啊，睡房啦，咁就係一張牀啦，咁因為其實都間房都夠位啊，咁所以就三邊係咯，三邊落牀，咁呢個就係我呢兩個就係我老婆同埋我個張台。有時候朝頭早我哋會上嚟食早餐，我想搬兩張凳上嚟食早餐。嗰陣時候搬入嚟，其實咧本來唔係諗住入嚟長洲嘅，其實本來係諗住搬離開屋企先嘅。本身住邊區？本身住開藍田嘅，咁就同你可以當係同父母一齊住啦。咁其實係有需要搬嘅。咁我同我老婆結咗婚啦，咁就本來嗰陣時候見到半山中環半山個單位其實好正嘅，咁嗰陣時候就唔係淨係我同我老婆，咁可能有另外一啲朋友一齊做，咁住夾粉一齊做，那個單位都比較大，咁你夾粉一齊做計落條數唔錯喎，咁樣嘅，咁諗住嗰度租，咁點知就唔成事啦，同我一齊諗住夾粉租半山個單位嗰陣時候咧，咁其實佢係長洲人嚟嘅，唔係長洲人，其實佢之前住過長洲，咁就話喂 Michael 我都係搬翻去長洲啦咁樣樣，不過其實都唔錯㗎，你入嚟考慮下啦咁樣樣。咁所以就走去睇單位啦。咁啊，睇單位嗰陣時候就睇咗兩個單位嘅長洲，第二個單位就睇緊我哋而家住緊呢個單位。一見到就話唔得，一定要租呢度，呢一世人一定要租一次海景嘅咁樣。咁啊，所以就租咗呢個地方啦。咁樣，咁喺長洲住翻工都係一個大問題嘅，即係冇講大問題，一個需要解決嘅問題啦。咁其實我都算好好彩，因為我唔係每一日翻工。如果太太翻觀塘，我覺得。係啦，我太太翻觀塘係最大的問題啦。咁但係因為其實我太太係佢係 agent 嚟嘅，咁所以就可能未必有一個交通上照朝頭早幾點幾點翻到壓力，但係就一個活動量壓力都要出去做，出去玩，即係出去見客啊嗰啲咁樣樣咯。咁我都有擔心過佢嘅，都有同佢傾過噶。咁但係其實佢都覺得舒服開心，咁 OK 啦，咁就。我想我呢度租金應該貴絕全長洲噶啦，未至於呢個字，係新兆苑，係我哋唔會貴過新兆苑嘅。除咗新兆苑以外咧，我哋都差唔多都幾貴下噶啦。咁好得意嘅，即係可能變咗就攞個市區 budget 走落嚟長洲比咧，就覺得好似好 OK， 但係同長洲人、長洲街坊講，長洲街坊都黐線嘅，俾咁多錢你租個單位咁樣樣。但係對於我嚟講，呢個 budget 就我可以控制到，去 afford 得到，去 keep 住去做我想做嘅嘢啦。現時呢個地方係一個足夠嘅空間俾我去生活啦。好似我同我老婆而家生活緊係一個600-700尺嘅空間。咁另外就係、因為我有隻狗啦，咁我可以一落到樓下可以隨處帶佢去周圍去，喺市區就泊車啊成啦。好啦，而家邦邦唔肯行路，咁而家你拖位會點咧？拖位係咪咁嘅？掃把啊，咪地下啦。抹，係唔叫你嚟追啫，係咪唔叫你嚟追啊？抹地。你真系成日雨珠咁搭喺度，搭喺度，好似踩扁咗咁啊！我拖烂你条锥啊！邦邦，妖唔要你啊？帮帮行啊！吓咩事？同埋真系揾朋友嘅时间，有时候系难咗嘅。咁而家最迟嗰班就系夜晚凌晨1:30。
咁所以所有嘢你一點半前搞掂，船費好貴噶嘛，$28去$28回咁樣樣。但係你亦都唔好忘記，喺長洲嘅飲飲食食係平過出邊嘅。你喺第二啲位會慳翻翻嚟咯。喺長洲生活嘅話，你覺得即係譬如你去過外國咁多年啦，咁你覺得依個地方係咪都有感覺似喺外國生活嘅感覺？係啊。其實呢個地方我似有，但其實好得意呢個問題，其實我自己都有思考過。咁譬如話，可能我之前係唔會怕獨木舟嘅，咁可能嚟到長洲，可以試下玩獨木舟喎，或者玩風帆喎，咁就變咗一個新嘅嘢咯。咁反而調翻轉，有時候你有一個地方達到咗你 80% 要求，咁你再諗過 20% 可唔可以？係啦，20% 可唔可以咧？咁其實都 OK 嘅，我覺得。但其實如果你用 你幻想你自己一個人，一個外國人，你一個外國人的眼睛走下嚟長洲，你自己都會開始欣賞一個島上面的生活。我會覺得香港的香港不是冇選擇，但係嗰啲唔算是一些有意義的選擇。可能一個年輕人出嚟大學畢業咁樣樣，咁佢喺佢嘅狀況之下，佢自己可能想租個屋企去住，或者去做唔同嘅嘢。咁嗰度對佢嚟，佢有啲咩選擇呢？作為一個有尊嚴嘅選擇啦。你幾多年前搬入嚟？兩年半左右。係啦，我兩年半左右嘅時候就開始搬咗入嚟呢度，咁然後啱啱就搬咗新屋啦。多唔多年輕人搬入嚟呢個東堤嘅範圍咧？我覺得呢兩年真係多咗，係啦，特別係外國人，你會 feel 到係多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朋友入嚟咯，因為可能出邊啲租金又真係好貴。就係話 shelter 同埋喺度。只要是度假屋都有機會，有呢個機會。係啊，好正啊！咁我當初點解會揀長洲呢個地方？當初其實是因為佢搬屋，咁跟住我同佢屋企嘅距離實在太遠，個的士個價錢實在太貴，因為我哋係帶住初拍啦。咁我哋就諗有冇一個方法係用差唔多嘅價錢，但我哋有自己嘅小天地。咁然後咧，我有個朋友本身喺長洲教書嘅，咁我就叫佢幫我留意一下呢度嗰啲地產啦咁樣。咁見到價錢其實真係比出邊可能係平少少。咁我哋又只不過星期六日入嚟，咁 OK 啦。咁我哋就入嚟睇，咁睇完之後就試一下。YouTuber Heidi 和從事 IT 的男朋友 Barry 拍拖六年多，一個住小西灣，一個住荃灣西。他們一起養了一隻狗狗 Chopper， 為了方便假期照顧呢，就在長洲租屋，每逢假期就搬入去住了。原本就住在月租4000多元的175呎單位，現在就再搬到去貴一點的350呎連天台單位。我又覺得錢銀上面是看看你自己值不值得的，因為譬如星期六日大家出去玩出去消費的時候，都可能一日已經用了1000多元，我們其實現在都是每個禮拜1000多元左右，是只不過將那個金額用了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每一個人的價值觀都不一樣。我們最重要就是可以帶著我們的小狗，跟住之後可以這樣相處，是我們最重要的。還有這裡你自己小天地可以自己佈置，跟住有兩個人相處的時間，這裡所有東西都是屬於我們兩個。你同住酒店或者現在很興 staycation 都好，你每個禮拜可能要帶個夾帶很多東西，跟住玩完兩日是攰過你真的可能上班這樣的。所以其實現在這裡我哋只不過係當搭多程車去咗另一個屋企，有自己家嘅感覺。因為點解我哋會搬呢？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就係呢度有廚房啦。以前屋企係175呎嘅時候，佢冇一個 proper 嘅廚房，咁所以而家真係有一個廚房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更加多啲煮嘢食咁樣咯。你可唔可以開一下你個雪櫃睇下？即係你哋儲存物資嘅時候，通常會係哇。滿的喎，因為今晚打邊爐。平時呢？平時都你會見到有係啦，招呼朋友嘅一切所需嘅都有嘅。滿的喎，你哋個雪櫃雖然禮拜六日先嚟住，係啊，咁但係會多煮嘢食噶嘛，都擺到嘅啲嘢食。啲衫都
係搬曬入嚟嘅喎。誒唔係啊，我哋真係兩年嚟都係得呢啲衫嘅啫。你估如果你哋用翻同一個租金喺市區可以租到幾大嘅？100尺。100尺。係。而家350尺。而家350尺連天。我見個廳真係。係啊！你知唔知琴晚啊？我喺呢一度啦，跟住咁喺度轉下轉下轉下嘅時候咧，我覺得自己好幸福啊！我仲要咧，我見到我俾我發現咗佢應該有兩個瑜伽墊，跟住頭先問 Heidi 同 Barry， 原來佢哋係會做瑜伽嘅，攤直兩個都完全暢通無阻。Heidi 和 Barry 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，因为两个人平日要方便上班，所以他们现在各自和家人住。狗狗 Chopper 平日是由 Heidi 的家人照顾，但每逢星期六日和假期呢，他们两个就会带 Chopper 去长洲居住了。上面我们有、已经有街坊送了个、烧烤炉，所以呢欢迎大家我自己的朋友上来和我烧东西。呢度可以睇到日出噶，咁所以有阵朝头早，如果你六点起到身嘅话咧，真系喺度望住，系会觉得自己好似脱离咗市区嘅一啲压力，系几开心。咁你系咪少啲去旅行嚟噶？自从租咗呢度，可能因为我以前做航空公司，咁所以咧，嗰阵时我做咗差唔多8-9年航空公司，咁我有员工优惠咧，所以好多地方我已经去到够啦，觉得自己咁而家暂时会去嘅，我哋唔会话哇，我哋牺牲晒唔去旅行啦。咁但系其实呢度个租金又未去到一个负担唔起，只要我哋平时嘅使费少啲，其实已经足够到呢一度嘅生活费。我哋系比平日嘅情侣，可能我哋可能一年半年先睇一出戏，咁跟住之后平时又唔会买啲好奢侈嘅嘢。咁如果你是覺得玩樂是重要的，那你就不會有這個生活。我們覺得這個生活是重要的，我們將平時玩樂那些時間就全部放在這裡了。我們這裡呢30秒就已經可以去到沙灘了，是不是很正啊？但我們一起其實真的為了一隻狗仔，如果我們在市區，其實香港不算是一個很動物 friendly 的地方，但是現在這個模式我又覺得可以有同居的開心，但是又沒有同居的摩擦是一个挺舒服的方法来的。冇，我哋可能屋企都好支持我哋嘅決定，係啦，都幾放任我哋自己想做嘅事嘅，咁所以我哋都係通知我哋本身都係任性嗰啲嚟嘅，因為我最近都有唔同嘅朋友買咗樓啦，譬如一啲200多尺，佢哋買500多萬，試過300多尺買700多萬，咁我哋有諗過，如果同一個價錢，我哋喺度可以住到三世。咦，我哋今日幾點嚟長洲啊？我8:08跟住我哋聽日再搭8點船入嚟，燃燒緊我哋嘅青春。我哋而家連續，計埋聽日就連續嚟長洲上咗3日啦。係啦，咁希望大家中意今次嘅長洲專題啦。多謝你睇米子啊！記得 comment、share 同埋 like 我哋嘅片，仲要撳埋個鐘仔添啊！